麦克风测试。
比赛即将开始，大会有项温馨提醒，请到场的观众将手机调至静音模式，以免干扰赛事进行。谢谢大家的合作。大会也在此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面子书以及 Instagram 账号。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双方辩手入席。他们是正方沙巴亚庇建国中学，有请。反方雪兰莪八达岭公教国民型中学，有请。
欢迎来到全变中学冠军联赛小组赛十的比赛现场，我是今天的大会主席黄宝仪，坐在我身边的是本场比赛的计时员，他们是潘建勇同学、黄凯毅同学、傅宇炫同学以及陈千林同学。本场比赛的辩题为来届大选阻挡绿潮当政应该或不应该是华社的首要考量，原出题者为段恩怡女士，并由全变中学冠军联赛审题顾问团进行审核与修订而成。持正方立场的队伍是沙巴亚庇建国中学，他们的立场为来届大选阻挡绿潮当政应该是华社的首要考量。他们的辩手如下：一辩沈田希同学，大家好，正方一辩沈田希。二辩古盈妮同学，大家好，正方二辩古盈妮。三辩张佳琪同学，大家好，正方三辩张佳琪。四辩罗香怡同学，大家好，正方四辩罗香怡，代表沙巴亚庇建国中学向各位问好。持反方立场的队伍是雪兰莪八打灵公教国民型中学，他们的立场为来届大选阻挡绿潮当政不应该是华社的首要考量。他们的辩手如下：一辩黄宇翔同学，大家好，正方一辩黄宇翔。二辩王心怡同学，反方二辩王心怡，各位好。三辩卢宣彤同学，反方三辩卢宣彤，大家好。四辩陈千芳同学，反方四辩陈千芳，大家好。接着请允许我介绍本场比赛的四位评审，他们是江国信学长。江国信学长是 Astro 辩论综艺节目484搞峰会辩手，也是辩论海啸 6.0 和 7.0 冠军，他曾获得2009年王者归来国际辩论冠军、第十二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冠军兼全场最佳辩手，以及新辩 4.0 亚军兼赛程 MVP。 第二位评审邱国宏学长，邱国宏学长曾是博大辩论队教练团成员，他曾获得2007年世界大专华语辩论赛亚军、2008年亚太大专华语辩论赛四强、2019年 KO 职业辩论大奖赛全程最佳辩手，以及第十一届全辩冠军。第三位评审陈成杰学长，陈成杰学长目前任职于本地著名民调中莫迪卡民调中心，他曾活跃于学运、大专和中学辩论，也是历届全辩评审。他不仅是多媒体大学马六甲院校辩论队创办人，也是活跃于龙雪华星、福建会馆和雪龙新安会馆。第四位评审蔡玉前学长，蔡玉前学长是马来西亚公益大学辩论队前辩手，他曾担任世中辩、理中辩、高学杯、北专辩、后学杯等赛事的评审。在比赛开始前，大会有两项温馨提醒。首先，在发言时间剩下30秒时，将会有一声铃响提示；而在发言时间结束时，将会有两声铃响提示。辩手需立即停止发言。双方队伍在自由辩论环节之前都各有一次教练指导权，任何一方的教练举牌向大会示意发动此权利时，双方教练皆可上场进行1分钟的口头指导。事不宜迟，我宣布全辩中学冠军联赛小组赛十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时间为4分钟，有请。谢主席，大家好。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已经从过去的一党独大走向今天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单独组成政府，看起来这是政党碎片化的现象，但真正的政局并非如此。在政党联盟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的政治势力是国盟、国政和西盟的三方鼎立。当穆斯林保守票所聚集的一党成为第一大党，华人选票所聚集的行动党成为第二大党，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必然停留在西盟与国盟的互相制衡，而国政只能靠拢其中一方组成联合政府。也因此，华社的选票极为关键，因为华社所投选的行动党直接决定了西盟抗衡国盟的筹码。换言之，如果西盟得不到华社的支持，以伊斯兰党为核心政党的国盟绿潮就极大可能成为执政中央。那为什么绿潮当政会备受争议呢？在2022年的全国大选，伊斯兰党总共赢得43个议席，成为国内最大党。可这看似一个政党的崛起，但本质是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政治现象。根据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政治学者邱伟荣博士表示，绿潮是伊斯兰主义和马来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他们的政治理念强调伊斯兰化、本土主义以及马来人至上，因此伊斯兰化成为了来届大选最重要的议题。要探讨阻挡绿潮当政应不应该成为华社的首要考量，我们就需要探讨华社在来届大选投票时应不应该把阻挡伊斯兰化的进程作为价值排序的第一考量。我们认为应该，因为阻挡伊斯兰化的进程可以避免华社的两大权益被侵蚀。一、生活层面，目前一党在所执政的州属推行了各项以服务伊斯兰教义为宗旨的政策。在吉打与波里市，两州的州务大臣都表示，为了得到阿拉的庇护，必须关闭所有的博彩投注站，实施禁赌。在登嘉楼，州政府落实了电影院男女分区坐的措施。在周五的祈祷时间，所有的超市、餐馆与娱乐场所都必须暂时关闭。此外，一党更呼吁我国卫生部修改公共机构女护士的服装，其理由在于护士装太紧身，不符合回教教义。这种种的例子都证明了，如果绿潮当政，伊斯兰教义将会渗透更多的公共领域。作为公共社会的一份子，哪怕我们华社并非穆斯林，我们也逃不掉被伊斯兰化的政策所影响。因此，阻挡绿潮当政应该成为首要考量。二、经济层面，伊斯兰党的执政理念是以宗教治国，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以服务宗教为主。因此，在有限的资源底下，经济蛋糕的分配必然着重于宗教领域，华社的权益也逃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在吉兰丹，高达16亿的财政预算案拨款，宗教教育的预算就占了3亿，仅比发展经济的拨款少了0.5亿。因此，新加坡国际高级研究员胡一山博士表示，伊斯兰党的执政理念是以精神成就为首要，并非优先考虑社会发展。在吉打州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州内的华校和丹尼尔学校拨款从原本的10万缩减到2万，华社的权益被侵蚀，所以更应该把阻挡绿潮作为首要考量。谢谢。谢谢正方一辩。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一辩开篇立论，时间同样为4分钟，有请。谢谢。绿潮一词源自于上届大选，以伊斯兰党为首的国盟突然壮大，从原本不被看好却一举取代国政巫统，获得13个国会议席，成为单一政党里获得席位最多的政党。众人普遍将国盟的这股势头称为绿潮，觉得华社应该把阻挡绿潮当政作为首要考量。
意思就是主张华人应该竭尽所能，不要让伊斯兰党以及国盟进入不成的大门。这个观念对马来西亚这个民主国家来说，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呢？我方论证如下：第一，华社如果把阻挡绿潮当政视为首要考量，将会导致我们无法客观监督政府，让民主体制失灵。在执政期间，团结政府逐渐趋向保守，哥打巴鲁一场 John Herbert 演唱会出现男女观众混作情况，反而遭到吉兰丹公正党妇女组促请丹州一党政府做出解释。在咸佛寺举办水灯节音乐会，有音乐会的 演出艺人与舞者着装性感，也遭到吉兰丹州公正党妇女组投诉，并要求丹州一党政府采取行动。不止如此，团结政府的领导底下，外资十个月就撤走了40.5亿令吉，马币对美元、新币等货币持续贬值。当想要监督政府、批评时政的人开口时，却总会听到那些把阻挡绿潮当政作为首要考量的华人说出那句：“难道你要抱头党做政府？”因为这句话，团结政府做得再糟糕，我们也不能监督，不会批评。这些对国家民主发展真是好事吗？一个华人如果真的已经把阻挡绿潮当政作为首要考量，换言之，这个人是天塌下来也不会投给伊斯兰党。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团结政府就算做得再烂都好，他都会咬着牙投团结政府。这个人一句批评质疑的评论都不敢在面子书发布，生怕他对政府的质疑会导致其他人不想投团结政府了。就算你出声了，政府也不会理，因为反正你只能含泪投给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嘛。如果这一天真正到来，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已死。第二，要求华社把阻挡绿潮当政视为首要考量，是一种排挤多元价值的思维，不符合民主体系的多元包容。阻挡绿潮当政所象征的价值观，是拒绝以伊斯兰党所代表的伊斯兰保守势力。我们真的能够一概而论的断定，是拒绝保守一定是华社应该拥护的最高价值吗？一些华人厌倦了团结政府的一系列贪污丑闻，觉得暂时没有贪污案件的伊斯兰党更符合他们心中的预期。一部分吉兰丹州和登加楼的华人觉得他们所在议席的伊斯兰党州议员选区服务做得比其他候选人好太多了，因此愿意继续投他们。还有一些华人可能就是看不过眼团结政府越做越烂，觉得我就是要投伊斯兰党来制衡一下他们。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票不是理所当然给你们的。当我们呼吁所有华人都一定要以拒绝保守为优先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一种排挤多元价值的思维吗？价值本身没有高低之别，民主社会里面本来就应该尊重并包容多元的价值。总的来说，马来西亚身为一个民主社会，如果要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客观监督政府，履行人民的职责，也必须包容多元的价值。要做到这些，首先就不能把阻挡绿潮当政作为首要考量。马来西亚的华社多元且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排序。真正的民主社会是允许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考量，而不是绑架大家都用同一种考量。谢谢。谢谢反方一辩。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二辩对正方一辩、三辩和四辩进行一对三质询，时间为2分钟30秒，有请。对方辩友你好，先简单确认一下你今天的立场。你讲的东西是我们为了要抵抗绿潮来袭，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更加票投给西蒙，对吧？请问四辩。是的，没错，因为我们是的，可以。我方往下请问你，投西蒙更好。好，可以。所以往下请问你，所以在你的立场下，你为了阻挡绿潮，你只能投你只能投给西蒙，对吧？请问一辩。对呀、对，可以。所以这一刻先锁下的是对方的立场，今天只能够投给团结政府，可是在我的立场底下，我是可以有更加多方面的可以考虑。这个是第一点，达成共识。第二点，你方今天跟我方讲绿潮，国立大学的数据讲绿潮是势力的抬头，对吧？是伊斯兰党势力的抬头，对吧？请问三辩。对对对，所以马来西亚会走向伊斯兰化。
我们往下请问你，现况底下西蒙他们在 John Hayball 的这个演唱会，他们就拒绝男女坐在一起，他们逼迫男生女生一定要分开来坐。请问你，男生女生分开来坐是不保守的体现对吗？请问四辩，你顶多只告诉我他在这个角色上做的不怎么好，顶多可是问题是可以，他依然是以世俗博的理念来执政啊。谢谢，停。所以我顶多跟你论证这个例子，我换个例子再问你好了。请问你，他们因为他们否定同性恋，所以他们那个Swatch 的手表哦，因为太多 color 了，所以哦是很像同性恋这样哦，所以团结政府禁止 Swatch 的手表。请问一辩，哇，突然间不保守了，对不对？对方辩友，但是他背后的理由绝对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啊，背后的理由绝对不是伊斯兰教，可是他也是保守。请问你在你的立场底下，突然间因为保守等于绿潮，所以你也要禁止团结政府，你也不可以投票给团结政府，对吗？请问一辩。对方辩友，我方讲的是、你可不可以投？可不可以？要投的是西蒙啊，可以。我跟你讲的就是西蒙，现在他们就做了这两个案例，我等一下还可以跟你举其他的案例。我方可以解释一下吗？要不要投？我方讲的是，你等一下解释，我方可以先收下。所以在你的立场底下，如果你讲保守等于绿潮的话，你论证不了你的立场，这是达到第二点共识。我方往下请问你好了，你方知不知道西蒙在宣言里讲内阁的人是曾组建内阁是不可以有案件在身的？请问四辩。不可以有什么案件在身，就是你不可以有犯罪了。什么案件哦？啊，我现在跟你讲，请问你现在的副首相西蒙，现在的副首相就是阿莫扎西，可是阿莫扎西背负了47项指控，请问你他跟一开始的宣言并不符合我。谢谢，谢谢反方二辩。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二辩对反方一辩、三辩和四辩进行一对三质询，时间为2分钟30秒。有请。谢谢，请问您方四辩，你告诉我今天我不要投西蒙，你是不是要一党做政府？我不是，可是我保持的是开放的态度。好，来，你不要一党做政府，问一辩，那你要投谁？谁都可以啊，谁都可以。请问您方三辩，现在只有西蒙和国盟，你要投谁？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知道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投票选择、但我问你的东西是，既然你这么不满意现在西蒙政府，那你是不是要一党执政一辩？如果有一些人觉得他选区服务做得比较好，那为什么你要道德绑架讲好可以？所以我可以确认对方的态度是，今天对方认为哪怕一党的执政理念是要伊斯兰化我们国家，对方也认为没有问题。对方已经说了你要一党做政府。往下问四辩，您方是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多元，对不对？是的。好，请问一辩，一党讲给你多元不是以党可以给我们多元，而是怎样给你多元？而是当你以阻挡绿潮为首要考量。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三遍，怎样给你多元？多元就体现在你能够有自己选择。如果今天我觉得，来对方，对 我问你哦，问您方一遍，今天他甚至连给你演唱会选择坐哪里的权利都没有，多元在哪里？对咯，就是以你只以这种保守来判断一个应不应该选一个政党，更何况你知道在团结政府底下，他也是不让那个对方，因为还有 LGBT， 他就不让他开演唱会吗？团结政府先，你要跟我比较，我告诉你的东西是，今天西蒙也同样不要让你坐在一起啊，你也没有权利啊，多元在哪里？四辩。我们其实现况底下马来西亚有很多政党的选择，所以你可以看哪一个政党符合一个理念。很明显对方不了解现在马来西亚政治局势。我方告诉你的东西是，现在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只有两大党，你要么就投西蒙，要么就投国盟。所以我问回林方一遍，既然林方告诉我说我要这么多元，可是一党今天通通的这些政治理念都是以伊斯兰教的这些教义贯彻到底的时候，到最后你的华社要什么他也给不到你，多元在哪里？你知道穆大其实一遍，我问一遍哦。那个团结政府本身越来越像保守，因为他会为了获得保守马来人的选票的时候，对方你顶多只是告诉我说团结政府保守，但你没有告诉我说伊斯兰这一个一党本身可以给你更加多元啊。所以我问您方三辩的东西是，既然你不要阻挡立潮，你要一党执政，你要多元，你要怎样确保一党可以给到你多元？我不一定要支持一党，可是我今天的态度是我很开放，是你要投谁都可以。谢谢谢谢，谢谢正方二辩。接着我们有请反方。由于正方教练要求进行指导，双方教练将有1分钟时间上台对辩手进行口头指导，请双方教练到各自队伍前准备。
双方教练有请。谢谢双方教练，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二辩进行质询小节，时间为两分钟，有请。谢主席，先解决一下对方今天抓错我方的立场。对方告诉我们，一直问我们，一直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哇，你伊斯兰党报做了政府过后还会变得更加不多元。可是问题在我方讲啊，不是谁上任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多元，是民主的本质在于我们更加倾向于我们宗教、我们文化的多元。所以，如果对方今天秉持的立场叫做，哎，我们一定只能够阻挡绿草的话，你就会否定绿草，你就会否定伊斯兰党，你甚至还会否定等种奇奇怪怪的那种逻辑。所以看到了吗？您方的理论才导致到您方的理论才导致到多元不能够成立，这是您方第一点抓错。第二点，您方一直告诉我，哎呀，绿潮就是伊斯兰的来临。可是各位，第一，您方需要跟我方论证，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他们的伊斯兰党以及国团结政府并不会有迹象改变？我现在来跟你论证迹象，为什么？因为现在虽然你讲伊斯兰党他可能很极端，我方知道，可是问题在于他今天选出来的政府候选人、首相候选人是谁？是 Dr. Sam。Dr. Sam 是谁？他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加中立的那个角色，他相对而言更加开明的角色的时候，这是他第一点已经有在改变的迹象。第二点，团结政府。团结政府安华自己也讲过，我们并不是一个我们并不是宗教国，可是我们也不是一个世俗国。那时候你是什么国家？安华也没有讲明。所以可以看到了吗？不管是在这三年内到底有什么改变，这是对方不能够论证出来的。因为政治本身就是有流动性的，所以我们才会讲，当政治有流动性的时候，你凭什么可以站在定点来跟我论证未来啊？所以看到吗？对方这第一点逻辑没有，我期待你方的解释。第二点，其实你知道，您方这次因为你方的这个态度，才导致你方的保守越来越严重。因为伊斯兰党他们就知道，哎呀，我肯定拿不到华人的票了啦。哎呀，华人就是一个铁板了啦。那我能够怎么？我只能够更加努力的去拿保守的票啊。反正我华人，我再怎么努力，我都拿不到票了啦。所以你才是那个导致到问题恶化的人。谢谢。谢谢反方二辩。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二辩进行质询小节，时间同样为两分钟，有请。谢谢，对方无非告诉我们的东西是，今天我不要你阻挡绿潮，是因为你可以有更加多这个选择。可问题是，现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就是三方鼎立，我不阻止你可以去投穆大，但是到最后穆大他因为势力小，他依然要么就投靠西盟，要么就投靠国盟，所以依然还是两大政党，看你要投哪一个嘛。所以你今天不阻挡绿潮，你今天不想要投西盟，你就是要投一党了。往下，对方无非告诉我的东西是，现在西盟政府也很保守，也没有做到我们华是想要，所以我就要惩罚他，我不要他。可问题是，今天这个西盟政府，哪怕现在他是这种保守局势，但安华的这种保守只不过是政治上面的投机，西盟的这个政治理念依然还是开明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西盟政府的这个基本盘依然还是我们这些开明的这些人士。而且您方要知道，西盟内部他其实还有这个行动党可以作为这个缓冲的这个机制，所以西盟保守这件事
事情，它不会成为一个长期性。相反，你的一党的保守将会成为长期性，因为它的政治理念就是要以宗教治国。正如我方一辩刚才所说的，它的宗教治国就是要把伊斯兰教义贯彻到底。所以，无论它对你做出什么样的这些政策，它都可以是出自于它自己的本身回教教义来去进行。正如我方一辩刚才提的那个例子，他今天可以为了感谢阿拉去禁止你禁赌，下一次你可以确保他为了感谢阿拉又禁你什么？难道又禁你穿衣服，又禁你不可以吃猪肉吗？所以您方看到没有？当今天我方谴责的从来不是你要不要禁赌这个问题，我方华社从来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你的宗教教义，你去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您方不是一直倡导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人权吗？可问题是，当今天一党以宗教教义来限制你的人权自由，说为什么您方又认为这是多元？我方看不到。所以今天看到没有？当今天如果我们真的像我们的人权自由，我们要做的是把阻挡立场作为首要的考量，不然我们只会让这个一党不断的用这些宗教教义来去绑架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自由，这不是我方华社要的。谢谢。谢谢正方二辩。接着我们有请双方三辩进行对辩，时间为各两分钟，由正方先攻，有请。谢主席，你鼓吹自由投票嘛？可是今天如果西蒙的基本盘损失过后，他就不能跟国门抗衡，最后绿潮当政，你也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以前我们最痛恨的是贪污，可是因为您方一直讲我们要阻止绿潮，我们要投西蒙，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追着那个贪污最严重的诈骗，我们追着他叫 BB。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有监督还是没有监督的体现？不是，我问你的东西是，如果你今天提倡的是自由投票，可是如果西蒙的基本盘损失过后，他就不能够跟国门抗衡，绿潮当政，你也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直接回答我。所以是不是代表，无论团结政府再怎么贪污，无论团结政府再有什么施政偏差，你都可以无条件的包容？没有，贪污这个重点我等下跟你谈，所以绿潮当政你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你不要等下跟我谈，你现在就跟我谈。为什么你逃避问题？是不是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今天我们把阻挡绿潮作为首要考量，我们就会失去监督政府的能力？没有，一党会不会贪污我也不知道，所以你用贪污这个例子，你跟我都论证不你也论证不成功哦。所以您方不敢回答绿潮当政这个问题，我方当作你是默认了。所以我问你哦，当今天绿潮当政过后，你知道他为什么禁赌禁酒吗？一党，你讲一党，你不知道一党有没有贪污，我就跟你讲，一党确实是没有贪污。在比较起扎黑这个例子底下，所以是不是代表我们不应该把阻挡绿潮作为首要考量，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监督政府，我们才可以达到民主？如果他做政府过后他贪污呢？你要论证啊，他现在到底有什么贪污？如果你论证不到的话，你就不可以空口说白话。我再换一个例子问你，我们以前最讨厌的顾打字安华，现在也站出来跟我们讲，如果今天我们废除了顾打字过后，我们一定会输掉选举。所以如果一党上台的话，你只会变得更加痛苦的情况底下，所以是不是代表阻挡一党过后，我们就会无条件的纵容团结政府？没有，等一下，所以那个贪污那个立场，您方自己也论证不成功，所以您方这个例子也不成立。往下，我问你，伊斯兰教义，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禁赌禁酒吗？禁赌禁酒，你跟我讲博彩行业嘛，可是问题是团结政府本身它也降低了这个博彩开业的这个时间，所以是不是代表禁赌其实双方也比较不出？不是，我跟你讲哦，你知道西蒙跟国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最大的核心区别？我不知道。对，西蒙本身是保持着世俗治国，而伊斯兰教义它是保持着宗教治国。而为什么他禁赌禁酒？不是因为健康问题，纯粹是因为感谢阿拉的恩典。所以他为了这个教义，他选择当他真正贯彻到公共领域当中的时候，他涉及到我们非穆斯林的生活权益。你觉得华人应该承担这个风险吗？如果西蒙真的是鼓唱的是这个世俗国的话，为什么安华自己也本身也讲马来西亚不是世俗国？他其实讲就是在前几天上任过后，他就是有讲，所以可见您方这个跟我讲这个世俗国本身也不成立。对方他讲跟他你要论证跟我讲说他的政治，他走向的政治趋势就长这样哦。而且我跟你讲说他的那个保守趋势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而且你要知道西蒙的基本盘是基本盘是开明派而不是保守派。所以团结政府走向保守就是一个政治开机，可是今天伊斯兰党保守就是伊斯兰党该死是吗？哎，不是，
伊斯兰党本身就是要走宗教治国，所以到最后他把这个伊斯兰教义贯彻理念贯彻到公共涉及到公共领域当中的时候，你也觉得华社应该承担这样子的风险，对不对？谢谢。所以您方也不敢谈的是团结政府有在越来越保守的这个趋势。我跟你看，伊斯兰党如果今天他真的是要宗教治国，为什么他推出的首相候选人是 Dr. Sam 这个形象相对来讲比较开明的这个候选人？怕想的嘛。谢谢。对啊，没有，你知道你的候选人怕自己都没有站出来告诉你这个是他的候选人哦，所以宁方自己是离题论证的，没有关系。回到去那个伊斯兰的那个伊斯兰的那个例子当中，所以当今天如果他真的透，谢谢双方三辩。接着我们有请正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为2分30秒，有请。谢主席，首先解决一下那个候选人那个例子哦。你自己是你知道那个候选人是谁讲的吗？是自己那些人民讲的，不是 PAS 政府站出来讲的。而更何况你要知道 PAS 本身的执政理念是什么，就是本土至上、马来人至上以及伊斯兰教义。所以如果今天你选出来的候选人他选择开明派，他选择违反伊斯兰教义的话，你觉得 PAS 会给他做政府？我方觉得不会，我方也觉得 PAS 也不会给他做政府啦。 OK， 往下再来看哦。你告诉我的东西是你觉得西蒙现在也很保守，我承认他有这样的趋势，但是你要知道，我方告诉你，他顶多只是政治投机而已。而且你要知道，他有可能也是阻挡绿潮的一个形式。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今天走向这个保守派，他可能只想告诉这些非穆斯林，告诉他们，我的政府也能够安抚你们这些人民，所以你们不需要投给其他政府。可是重点是，我们回到来。西盟跟国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核心区别是在于，国盟就是一党，它本身是以宗教治国的理念，可是西盟是以什么？是以我国世俗体制来去进行发展的。而更何况你要知道，他们两个本身的基本盘也不一样，国盟政府的基本盘是保守派，而西盟政府的基本盘是开明派。如果今天一党走向保守的话，一党走向开明的话，他必定损失他自己的基本盘。难道对方你要告诉我讲说，一党现况底下会走向开明，他必定损失自己的基本盘？你觉得一党会冒这个风险？我方也觉得一党不会。所以回到来，所以我方承认西蒙现况底下的确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方告诉你的东西是，如果今天你提倡的是自由投票的情况，就讲说你想投谁就投谁，我不限制你。可是重点是，你的想要投谁就投谁，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绿潮当政。所以绿潮当政了过后，一党执政了过后，对方刚刚一直不敢回答我，到底一党当政，对方觉得有没有问题？对方不敢回答，是因为当今天如果我国变成了一个世俗体制，变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宗教治国的情况底下，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可以，我们需要禁赌禁酒，我们演唱会也要分开做，我们什么什么，我们的穿着也要被限制的情况底下。可是重点，我方不是要告诉各位这些政策有没有错，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是因为他纯粹只想要干。谢阿拉的恩典，他纯粹只是为了伊斯兰教义，仅此而已。而这正是华人应该要担忧的地方，因为如果当今天他真的做了政府过后，你如何确保他的这个权力大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些政策更加发生到更大的领域当中，涉及到非穆斯林的权力的时候，我方觉得这不是华人想要的。谢谢。谢谢正方三辩。接着我们有请反方三辩进行小结，时间同样为2分30秒，有请。谢谢。第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伊斯兰党推出的首相候选人是不是 Dr. Sam 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本身伊斯兰党他自己推出的首相候选人，你方告诉我不是我方真的是认为你方在不看现实。第二点非常荒谬，对方告诉我安华他之所以还要保守，是因为他要对抗这个极端的这个伊斯兰党，所以按照对方的逻辑，我们要对抗伊斯兰党的方法是。是把我们的国家走向越来越保守吗？对方不是最怕保守吗？这个时候为什么对方抵抗保守的方式又是趋向保守呢？我方觉得自相矛盾。最后来看，您方今天一直抨击这个伊斯兰党的原因在于您方很怕宗教治国，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团结政府啊，他禁止男女一起做您方看不到，他禁止这个缩手表，因为有彩色系列，因为是同性恋，您方又假假看不到，这个时候您方讲什么？哎呀，只是政治开机而已嘛。可是很显然的是，民方也没有看到的是，团结政府他也有趋向保守的这个趋势。而就算有人站出来批评团结政府都好，华社这个时候在你
营方的角度来讲会是什么反应。华师会讲，哎呀不用紧的，我们没有缩手表，可是我们可以吃猪肉，我们没有我们男女不一起做也不用紧的，反正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喝酒，我们可以赌博。可是就是因为宁方一直鼓唱大家主要把阻挡绿潮当成首要考量的这个思想，就导致了我们只要我们认为只要 pass 它可以不入主补不成，只要团结政府所实施的一切政治偏差施政偏差，我们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个时候宁方也许可以自我安慰讲，不用紧啦，这只是一个无奈的谅解而已。可是我方告诉你，这不是无奈的谅解，而是无条件的纵容，无底线的这个纵容。所以今天无论宁方说的再好听都好，都是华社失去这个监督政府的能力的最好证明。而宁方要了解真正那个民主的国家和集权的国家有什么不同，就是在一个民主体制底下，人民是制衡政府的最大力量，因为我们人民所投的票就可以决定我们的政府是谁。所以可见今天如果你今天只是盲目的去反对 PASS， 盲目的阻挡伊斯兰党，到最后你只会无条件的成为西蒙的铁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对于民主的非常大的伤害，我方不想要看到。谢谢。谢谢反方三辩。接着我们将进入紧张刺激的自由辩环节，双方各有四分钟，由正方先发动攻势，有请。西蒙就算再怎么保守，他里面还有一个行动党作为他的缓冲机制。想请问你，西蒙真的要多保守，他斗得过一党吗？现在也是有行动党在西蒙在团结政府里面呢、啊。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做出那种男女分开做，再不给他们穿短裤，又要他们禁止塑身？这个是有行动党的很好啊。对方辩友，就是因为他想要保护，就是保留他自己的基本盘，他想要保留他自己的政权，所以才会做出这一种事情。所以想问您方，如果今天您方我们行动党不表示出来我们的反对的话，您方是不是要继续保守下去？他的基本盘本身是他的基本盘本身是华人，华人本身讨厌保守。请问你，如果还要保护他基本盘，为什么还是越来越保守，做华人讨厌的事情啊？他越来越保守，所以他跟一党都保守。所以现况底下，你看一党这么保守，我还投他，是不是下一届安华就会觉得我斗不过，我还要更保守？你的这个行动是不是会让我们以后都在走保守路线？你今天告诉我要投西蒙，可是西蒙越来越保守的时候，你还告诉我你又怕保守，可是你又越投西蒙，你不是矛盾吗？没有，可是我告诉你，西蒙的保守不是一去不回头的。西蒙本来他只是因为政治上的投机，他才选择保守。可是因为本身西蒙里面有行动党，行动党是可以跟西蒙抗衡的。请问你意思，一党里面有谁可以跟一党抗衡保守？你可以空口说你的白话，你可以讲他可能一去有回头。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今天我讲的是我不抵抗西蒙我不抵抗绿潮的话，我可以有很多种种的考量，我可以考量贪污，可以考量青年，我甚至还可以考量保守的时候，请问你把你自己锁死在保守里面，你又懂未来怎样？我方没有空口说白话，要不要你方给我论证一下一党有什么开明派？Dr. Sam 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形象，为什么 PASS 开明你不看，保守这个团结政府保守你又不看，所以你是不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民？你怎样好好监督政府？我知道你的 Dr. Sam， 可是你知道 Dr. Sam 在问被问记者问到他是不是首相候选人的时候，他不敢回答吗？想请问你，他真的可以影响整个伊党的话，他为什么不敢讲？对吧？是啊，是伊斯兰党里面大家都讲他是大家都讲他本身是首相候选人的时候，请问你，当伊斯兰党本身已经有趋向，本身要改变，可能做成相对开明的时候，为什么您方要导致到无法监督这个后果？对方他今天个人都没有讲了，你要怎样确保他一个人的理念代表整个政治理念？你要知道一党本身这样多年来的政治理念就是以伊斯兰这个话，所以我问你的东西是，当今天他已经渗透到公共领域，危害到华人的这些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又不看？至少这东西是本身是伊斯兰党里面大家都公认的领军人物，所以我换所以你回答我，如果今天你完全对团结政府所实施的施政偏差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你是一个理性的选民还是不是？回答我。大家都公认的领军人物跟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执政理念是两回事，所以 Dr. Sam 这个立场你不能论证一党的开明路线。想请问你啊，你一直告诉我自己选择吗？自己选择到最后如果绿潮当政，是不是你也要接受他实施任何政策都在以阿拉作为原因啊？请问你，反而邓家楼跟基兰丹的华裔选民也不介意把自己的票投给一党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政治里面他们不能接受？对方辩友，他们有的选吗？
这两个党就是有的选啊，可是问题在他们在有的选的情况，你现在因为他们的选区服务很好，因为他们有保护到他们的保障，请问你为什么华人明明有这个权利可以选别的票的时候，你要道德绑架全部人？不是道德绑架，对方你提的州属华人投不投他会影响到整个结果吗？可是问题在于他，问题在于吉兰丹和登嘉楼的华人选民自己表示，我不介意把我的这个票投给伊斯兰党，因为他的选区服务很好，我觉得我作为华人的利益有得到保障。所以这个时候，您方一党的好，您方完全不看的时候，您方怎样监督政府？对方不是因为他的服务很好，仅仅是因为当地的那个登嘉楼的那个马来选华人选民只有38%而已，他可以做到什么成效？他可以做到什么影响？至少我们看到他本身已经是支持那一个一党，因为他觉得一党本身的那一个政治选区服务本身是好。请问你，就是因为你保持着这个理念，所以他只是投一党，因为他觉得他选区服务很好，你就谴责他？为什么你不要阻挡绿潮啊？你知道，同时也有份民调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们投他们？为什么他们投一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投不投都没有结果，甚至是还有民调告诉我们，他们宁愿不回去投票，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回去也改变不了结果。所以不要再用你那个华人想投一党来论证您方立场。我继续追问啊，想请问你，你是不是依然可以接受我实施任何政策都以阿拉作为原因？等一下，至少我们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你要投谁是你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投废票，不想给一党也可以。为什么华在面的华裔不能做这样的选择？对方，你知道你投废票哦，你不投西蒙，你就是让一党做政府了。所以我问你的东西是，当今一党做政府就以阿拉来去绑架你的时候，为什么你又觉得可以？这个就是你的态度，因为你已经把阻挡绿草作为你的首量考量。请问你现在你帮他们投废票的机会没有？投穆达又不可以，还要投这个又不能，投那个又不能，你只是在道德绑架全部，你只能够投这个。请问你为什么这个是多元的体现？对，所以给他们投废票咯，绿潮当中咯，你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直接回答我。就是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确实没有问题啊，因为 PAS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相对清廉的政党，所以对我来讲我可以接受的话，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要谴责我做不可以这样子？你只要选了 PAS， 你就是华人的罪人，为什么啊？你要多元是不是？今天伊斯兰党啊，他本身就是要欲请修改这个公共医疗机构女护士的制服，仅仅是因为他不符合回教教义。绿草做政府啊，你要的多元看到了吗？因为我作为选民，我不介意这些，我不介意那些护士穿的紧不紧。我请问你，我介意的是我们国家经济有没有越来越好，团结政府的贪污有没有更加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时候投给伊达？来，我确认你的态度，你宁愿为了经济放弃掉我们以世俗治国的理念，是不是？我确认一下你的态度，为什么为什么清廉贪污可以站在你的保守之上？你以什么来衡量全部人的道德标准？对方辩友，首先您方不能够论证一党执政过后他们必然不会贪污。再来想问您方，所以您方要的多元到最后他们限制你的是什么？因为你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我限制你不能穿短裤，限制你不能够穿紧身衣，这个是您方想要的多元？不好意思，让你看看，不好意思告诉你一下，巫统有道，个人本身是有贪污好不好？东姑啊、南扎希、纳吉这些数都数不完，但是伊斯兰党有谁啊？你讲一下。对方，贪污这个问题已经过了，我现在问你的东西是，既然你不怕一党做政府，像今天一党他今天他限制那个护士的那个穿服，明天他又限制你的穿服，你也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什么过不过是你不敢回答，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走向的是多元价值观，可是您方却是那个限制我们投给谁的人，您方才是那个把民主走向倒退的是吧？你口口声声说要多元价值观，可是我已经明确告诉你，本身以宗教治国的理念不符合你的多元价值观，所以你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了你最不想要的结果。您方的态度好像是不是有点暧昧啊？你可以一直掩耳盗铃讲他是宗教治国，可是第一我已经跟你举了西蒙并不是世俗治国，第二我已经跟你讲了从趋势而言他有一个端倪，讲他可能会改变。我往下请问你好了，你因为你一直守着你这个首要考量的这个旗号，所以你连监督政府最基本的人民义务做不到，民主世界怎样达成？对方，我没有掩耳盗铃，你讲你要监督政府，重点是 PAS 本身一上来就是宗教治国，他泼水节都禁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仅仅违反了伊斯兰教义，他掺杂着佛教元素，所以你也觉得这些代表着他走向多元吗？坦白讲，你要这样举保守的例子也不用也没有错，我们可以举一大堆团结政府也保守的例子，这样打不完。可是有一个确切的弊处是，那方会导致到就算团结政府做得再早不用紧，难道你要包总党做政府吗？这样政府本身越来越不好，民主在哪里？所以对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的东西是，当今一党执政他确实是会以宗教治国这个理念来去治理我们国家，所以我方担心的东西是，当今天华社您方告诉我说我们华社要有权利，可今天一党执政你华社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说你告诉我多元在哪里？而且对方辩友，就是因为您方的一党执政，我方就有数据告诉我们原本的这谢谢
谢谢双方辩手。由于技术上的问题，比赛将暂停。请观众们耐心等待。好的，接着我们有请反方四辩进行总结，时间为四分钟，有请。谢谢。政治很复杂，比赛很简单。其实倪芳今天从头到尾唯一的问题就是，难道你要一党当政吗？这是倪芳从头到尾的唯一问题。而其实我方今天作为反方立场，从来都不是要帮怕洗白他们所做过的一切。确实在现今的政治局势当中，我们都会公认怕是那个比较保守派的，像是你讲的要感谢阿拉的那个人，我们也确实认为团结政府确实是那个比较开明派的那个人。所以我方今天才告诉大家，要判断一个政治局势谁来当政府，从来不是看要谁是保守谁是开明，而是看这个政党对我们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什么。所以我方今天从头到尾在告诉大家，他即便他这样子都好，他在他的执政的州里面，他其实是汇集了他的选民的，所以他的华裔其实是不介意把这个票投给他。所以这样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甚至是那些他们这些团结着不对，一党他们也为了要拉拢这些选票，他们也逐渐走向开明。像是我方前面所说的 Dr. Sam 的例子，倪芳说他其实连自己都不敢认他是首相候选人，可是确实他在国盟里面是被公认了是未来大选的首相候选人。倪芳来打比赛看好资料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要谈一个政府能不能做，要谈一个政党能不能做得很好，不是看开不开明保不保守，而是看这个政府有没有对我们国家做来贡献。所以倪芳告诉我，今天他们当政过后，马来西亚会变得很没落，会死得很惨，其实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甚至在马来西亚，像倪芳讲的，他不再是一党独大，他需要跟其他的政党组成政府的时候，才可以做到这个政府的职位的时候，他会不会因此为了结盟而改变自己的政策理念呢？也许会。所以我方才告诉大家，今天讨论的不是谁好谁坏，而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局势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态度去看这个局势，看面对这个局势，我们社会选民华人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方甚至告诉大家，其实倪芳今天说的那么我们那华人那么抵制这个 pass， 其实我方可以告诉你，除了宗教因素以外，还有更大的因素是政治活动当中的那些政党他们所说服选民投给他们的因素。他们告诉选民，就像你们讲哦，我们不，如果你投给一党，你就没有猪肉吃了；你投给一党，你就可能你的衣服都要被限制了，你去演唱会你都要分开坐了。可是这是事实吗？我们方可以看到是，至少在他们上一党执政的三大州属里面，华人的权益至少还是有被基本的保障了。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全然的客观，甚至在现今社会底下，我们的政治流动是非我们的政治是有流动性的。在来届大选之前，其实还有三年的那么长的时间。我方告诉大家，你不要那么快的笃定这个 pass 在未来不会为了拉拢任何选民的票，他们就走向保守。反而他们可能会做的是改变他们的理念，相对来讲不会的那么的保守。所以大家，你们要知道是，所以你们要知道是，可能他们有改变的话，我们就要给他们这个机会去改变。而且这个政治走向会发展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我方可以很笃定的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继续鼓吹华社要继续以抵触绿潮的态度来去投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只会走向越来越保守派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在团结政府底下，他们知道反正如果华人再不满意我的政策都好，没关系，他们都会投给我，因为他们不想一党做政府。所以同样的，在绿潮底下也是一党，他们也会知道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再好都好，我对华人再好都好，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团结政府，不会投给我。那为什么我要顾及他们利益？为什么我不要把我的方向放在这个保护保护
巩固我的势力上，巩固我保守派的势力上呢？所以这样的情况，政治局势上只会出现两粒烂苹果。倪芳今天口口声声告诉我，今天你是不是要绿潮当政？可是倪芳才是那个让绿潮可能让整个国家走向保守派的那一个人。谢谢，谢谢反方四辩。最后，我们有请正方四辩进行总结，时间同样为四分钟，有请。谢谢。对方今天最在乎的就是四个字：多元价值。可是问题是，对方忽略了一个现实：如果你今天不把阻挡绿潮当成首要考量，是按照你说的自己选择，那华社的票它是会被分散。而各位要意识到的事情就是，西蒙的基本盘就是我们这些开明的华社，可是绿潮的基本盘不需要我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华社的票被分散，掉票的只会是西蒙，不会是绿潮。到最后，绿潮当政了，我们就来看他有没有符合到您方要的多元价值啊？来，我们今天不是要一个个去讨论到底我们今天团结政府跟一党他们个别实施的政策好跟不好，我们要抽空来看，我们放大来看，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党今天不管是禁赌禁酒，不让你穿短裤，不让你看演唱会，还是不让你穿紧身衣，他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符合回教教义这件事情。他讲白一点，就是把宗教教义渗透进公共决策的体现。而我方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华社最大的利益威胁，因为当今天你以宗教的理念去治国的时候，你对于社会福祉的诠释不再是基于人权跟自由，而是基于你的宗教教条。也就换句话说，如果以后我华社的这个利益受冲击的时候，需要让步的是我的自由，而不是你的教条，这才是冲撞华社基本利益的体现。所以他 我的那个权益已经被剥夺成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不阻挡他？而再往下，宁方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挡箭牌，就是告诉我说，没有啊，其实安华今天执政的这个团结政府也保守，是我方承认。可是问题是，我方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哪怕他在保守西蒙的这个党里面，他依然还有行动党这个缓冲机制，也就是说里面的行动党他至少可以帮我们这些开明华社来发声。而宁方质疑的事情就是，那既然他真的有效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安华依然在斗保守？就是因为他看到现况底下绿潮已经壮大，而绿潮的执政理念就是往保守路线去，他就是想试试，我如果跟他斗保守，我斗不斗得赢。而如果你今天不把主导绿城当考量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局势上面的扭转吗？你如果依然把票投给绿潮，那安华政府就更会觉得，凭什么他做得这么保守了，我们华人还拜他，是不是证明我还不够保守？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的决策反而会更让我们的政治局势陷入大家都在斗保守的情况，它为什么是一个更好的结果？而今天宁方再扣我的一个帽子，就是我如果以阻挡绿潮为考量的话，我就不会有心去监督政府，我就不会觉得政府糟糕。可是各位，你要不要知道最新的那个民意调查，我们人民对安华政府的那个支持率是下跌的。如果我们真的无心要监督政府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糟糕而对他失望？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算今天民意下跌，可是我们今天要意识到这个现况，现在的局势就是对方所说的两个烂苹果一定要选一个。团结政府再烂，可是他依然没有用宗教理念治国；团结政府再保守，可是他也没有像那个伊斯兰党一样直接把宗教教义明那个什么明光明正大的讲出来，我就是为了感谢阿拉，他没有做到这样。所以各位，这才是我们要做出的最后的选择。我们身为华社啊，对方讲的制造对立啊，挑起矛盾这个帽子我们听了很多年，从以前我们争取华教到现在，什么帽子什么脏水我们没有被泼过。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看起来这个国家定位好像跟我们华人的理念不同的国度，我们华社还可以扎根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不惧怕所谓的宁方的帽子，我们勇敢地站出来为我们自己华社发声。我在追求一个我想象中好的政府应该要长什么样子而去争取我的权利，说我到底有什么错？所以各位，再给我们五年，再给我们属于我们华社的五年等待。谢谢，谢谢正方四辩。至此，所有比赛环节已经结束，请评审们填妥评分表并交给赛会人员。
现在请评审退席，进入评审室讨论。讨论过程将会在此房间进行直播。现在我们将进入五分钟的缓冲时间，双方辩手可到辩手席就坐，有请。各位评审大家好，我是今天评审讨论环节的主持人，我叫易阳。那现在我们将进行评审讨论环节，那整场讨论将以现场直播方式进行，以保持透明性。那我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自由发言，随时提出你们的意见。那事不宜迟，今天的这场辩题呢，来届大选阻挡绿潮当政应该或是不应该是华视的首要考量。好，这也是一个如今非常一个坏一个 topic 哦。那想问一下，就是各位评审对于今天双方两队切入辩题的一个角度，有什么样一个看法吗？那待会也可以你们轮流的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那我们首先也可以先从陈杰学长这边开始。我在判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先看回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个正反双方提出来的这些立场架构呢，都很传统啊，没有什么惊喜的地方，这个也是我觉得有点失望的。因为当大家想到绿潮，就等同于保守政治，等同于 pass， 这个正反双方这样子来下这个定义，其实都有点可惜。其实绿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绿潮背后的原因是包括是不是所谓的就是保守化，就是一个保守化可能是一个呈现出来一个方式，但是保守本身的定义是贬义还是什么？你所谓的保守是宗教上的保守还是什么？所以大家都想当然的就这样子说保守，等你怕什么鬼？其实还有这是一点。第二，然后场上一些辩论员讲到什么民调，但是民调数据是什么，讲些什么都不知道，根据民调哒哒哒哒，但是没有讲过，所以我也不懂要怎样给的判断。好，接下来就是绿潮背后只是保守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正反双方就这样子来切的话真可惜。虽然反方后来在二辩跟三辩的时候尝试有提出一些
说主要问题在经济啊、制衡政府这些，但是就很太迟，他主编稿基本上没有什么碰到这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概念是后来中场跟下半场才出来啊。哦，绿潮投给 PAS 或者是北加丹的背后，因为我本身做民调，我很清楚这些数据，就是除了宗教的情潮以外，包括就是反贪，哦，方方有提，但是这应该是你的主题，但是你好像不是很珍惜这个主题，哦，所以后来就在这个后来后半段有提出，但是我觉得这太迟。当然，正方会把一些所谓华社的恐慌理所当然的讲到理直气壮，但是这个过程反方有抨击，但是他当作没有听到，继续讲。所以我在下这判评分的时候，我是有加分跟减分的，啊，哈。虽然你讲到理直气壮，未必会完全拿到我的分数。然后接下来的双方的架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我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是中学比赛，我就觉得有点传统啊，有点可惜。当然，这个辩论场上也很多这些想当然的例子哦，包括 Dr. Sam 的例子。这我就想，对这场比赛来讲重要吗？哦，我不知道。然后很多时候就保守对比就是凯明。我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 Dr. Sam 可能是中庸，他未必是属于凯明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有很多这种想当然的例子跟举例的运用，所以我在给，当然你提出对手没有反对你的话，我也是会给你一些分数啦，所以这样子 OK， 这是一个简，所以我是很可惜说绿潮的起因是不是纯粹是宗教，是不是还是包括其他经济贪污的问题哦？当然有提出，但是很是中后期，然后当然正方很有力的去渲染，所以在这个评的过程呢，分数票可能正方会高一点，但是最后的判决我还在考虑着哦。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想由国兴学长这里来说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双方辩论队的架构上面的内容哦，其实你们是怎样进行一个判准的 ？OK， 好，我觉得像陈杰讲的，双方都做得非常传统，然后整体的交锋，我觉得对于以一个辩论的角度来剖析，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是相当精彩。而相当的接近，就纯辩论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正方相当大的程度他去梳理了脉络，所谓的他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所谓的保守化绿潮伊斯兰党，所以背后就是宗教治国，你要伊斯兰党治国吗？这是一个我觉得反方没有办法找一个很巧妙的回答来讲的，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勇敢的去承认他，如果他可以清廉的治国，而他可以拉拢盟友的过程中，他趋向不那么的保守，趋向中庸的话，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们，我们是华人，我们觉得开源多民好，那你就觉得保守是你所担心的，觉得人家沈白杨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做工，这影响你的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先天有这个恐惧。我觉得，但是反方要讲这一块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正方今天做的就是情绪渲染，他跟你讲哎多么恐怖，绿色啊。啊，没有讲之前的那一种，没有聊 Blackpink 啊，没有聊烧肉啊，没有聊包皮啊，但是他要讲的还是一块的，就是你只要讲几个字眼，你就 feel 到了，不敢啊，不敢啊，还有什么比哥哥的自己的Blackpink 更重要吗？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烧肉更重要，我就感觉没有，所以就是主要考量埋人，就是绿潮背后就是啊，在场上顺其自然就讲这一套。那反方，我觉得他要比较理性的方式讲，但是我觉得。反方有点太激动，然后你的呈现方式跟你要表达的论述比较有一点出入，所以你要传达的最后的结果会有落差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你看啊，你要讲的是民主的本质是应该多元自由选择，我们应该根据政绩，你如果做得好我投给你，有问题吗？你是一党，你做得不好就算你是西门我也不投给你，这是一个民主本质理想状态下应该有的吗？为什么你要道德绑架？而且还有3年，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不是还有4年吗？是吧，我们这应该还有4年啊，你就少讲了1年，等着你放水还是什么不知道了啊，就总之还有时间，你何必用一个固定的思维从现在开始就要去绑定对方？他可能知道首相会提早选举啊，有道理有道理啊，所以我觉得反方要讲的是一个理性的，我们民主是什么？各位华社同胞，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一人一票，我们要理性抉择，做得好我们投给他，然后投人不投党也好，投党不投人也好。然后你如果觉得绿潮不好，你就投这个西蒙；如果觉得西蒙不好，用选票惩罚他，这才是民主的真谛啊！啊，回到我们希腊，古希腊还是民主的起源。你要讲那一块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讲到太硬了，可是我觉得到后期有慢慢的讲到了啊，我觉得今天双方就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比较，正方就给我们刻画短期内绿潮执政的话的祸害，反方就要尝试理性的告诉我，你用这一种道德绑架的方式来捆绑大家的话，你会对民主的体制的精神有多大的破坏，你知道吗？啊，可是我觉得反方讲到比较不到位，这一场比赛像之前筹委讲要求我们讲到比较模棱两可一点，我觉得这一场我可以做到，我是非常的接近。我先讲这里，等一下我再补充。好，国宏局长。OK， 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看我分数表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同分。OK， 当然我觉得有一些环节比较出彩，会比别的环节稍微多分。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双方的同样精彩。我个人觉得从中学的辩手的能力而言，我觉得双方对于本身架构的掌握，我觉得是相当好的。就是我觉得正方确实正方的立场就是要站在这种害怕绿潮的那种宗教色彩的那种极端和保守的场景来去描绘，而我觉得正方除了这点之外，他对于就是反方提出就是那个连团结政府本身可能有的一些保守政策，也有一套比较不错的完整的论述，就是不管是讲就是对于国盟他们现对于西盟本来现在的这个问题是纯粹是安华的政治投机，他的政治理念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比短期和长期的这种讲法来试图要说服大家去相信，其实那个团结政府这边就是会更加好一点点。我觉得对于本身就是正方，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就是用情感来去尝试说服，也尝试从理论上去说服大家，我觉得这点是做得不错的。当然我觉得反方的立场也是设计得蛮好，就是我觉得从我们的民主是需要客观的检证，然后监督，然后我们不能无底线的纵容。我觉得其实反方其实蛮早有提出贪污这件事情，只是我觉得很快一闪而过，可是我是有听到的。所以我觉得反方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有自己的战略的布局，然后这个无法客观监督这件事情，我觉得打到后面，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讲得蛮清楚的，就是我们就是政治其实是有流变的，然后不管是谁都好，就是它都有可能改变。所以未来的状况下，如果是 PAS 有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啊，为什么不可以？可是如果是团结政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应该纵容，我们应该站起来反对。所以我觉得反方这个视角到后期的时候是讲得比较明白的。当然我觉得如果反方在更早期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清楚的话，会对自己的立场的输出会更有优势，也就是可能很早反方可能就可以站一个立场，就是他完全不排除如果现今的场景没有任何的变化， which 反方觉得，我觉得反方先说明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因为老实说整个氛围是不断的改变，而且老实说参考以前PAST 有过当权经验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其实他当权的时候反而不一定这么的绝对的保守。那么如果反方可以更早期把这些东西都说得更明白的话，我觉得反方这套论述其实是可以更早的建立优势。我觉得就是前期浪费了一点时间，可是后期我觉得还是有把事情给完整上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打到后来我觉得极度的贴近，所以我个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判决是要投给哪一方，也符合主办单位对我们的要求。这场确实我们很努力的在，我们也不需要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主办单位对我们的那个悬念制造的那个需求。OK，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子。不过总体而言，我觉得是双方以中学生的水准，我觉得我是个人是相当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案例的掌握，还有对我特别喜欢的是双方其实你们对于自己的架构到后期都有比较清楚的把你们的世界观展现出来，让我觉得你们相信些什么，我觉得我是听得相当清楚的，所以我这点觉得这点相当的好。 OK， 对于中学生而言 OK OK， 这样我继续首先我很抱歉，因为如果他们有注意的话，因为我在场下的
那个动作比较大，比较激动。partly 是因为我是一个蛮政治发烧友啦，每天听格拉斯哥叫啊，偶尔看看国会啊，所以听到反方讲一些骂那个政府的东西，对哦，那华南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我比较激动一点点，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吼，我大概会懂那个正方的处境，因为我在全变十八的时候，我答过一题叫做伊斯兰化是不是马来西亚未来最大的隐忧？那时候我是打正方嘛，讲是，然后反方讲不是嘛，那个时候我就输掉。然后不是1119开票的时候，我看43个那个席位，我就想哇，那当时真是预言家。没有，这个只是心里一些 OS 罢了。然后before 我讲那个内容之前，其实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 OS， 就是我感觉大家就是因为我自己对政治了解比较深，我也没有去苛责大家，就当作是我给大家科普啦。就比如讲对于这个bus 到底会不会变比较开明这个东西，除了你们推出 Dr. Sam 就是 Ahmad Samsuri 之外，另外一个东西，你们知道前不久那个 Hadi Awang 在那个 bus conference， 就是那个没有他们几个高层完全没有换掉人，他的 conference 上面他讲什么？他们从 那天开始要全力争取华人票，因为他们想入主布城，而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华人票不能入主布城。这一句话其实很好给反方来佐证，哎，其实你们的那个绿潮没有那么可怕啦，他们也照顾华人。可是这个东西我没有听到。然后又比如讲在反方啦，反方其实除了你们讲贪污之外，我觉得还可以讲很多东西。比如讲我们的政府现在他除了让这个扎希进去这个内阁，至少我们对比啦，我们有一说一，在沙布里的时代和我们的这个那个穆伊丁的时代，至少内阁里面其实是没有贪污的人的。现在我们的那个贪污的人可以 DNAA， 然后可以做副首相。然后还有包括什么东西，他们的那个承诺跳票，包括那个第二财长有人了，然后自己放在那个财长的那个位置不放，包括了什么选区拨款讲要给，现在就是选区拨款吊着你来支持我，又或者什么讲那个检察官要直接向那个国会负责，现在还是向首相署负责等等，讲要做的东西没有做，我们要这样无条件的纵容他们嘛？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应该后期要打的。而我觉得我自己到后期我会觉得，尤其自由变过后，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比较无聊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双方都在拼保守，然后我觉得保守的战场，因为双方都是拼不完的。而我觉得反方应该后期要去比较着重打的东西，就是讲，哎，你现在除了两个烂苹果之外，更惨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那些东西咯，他的那个承诺跳票他的体制改革讲了不要做等等这些东西，你能接受吗？好，但是反方应该讲了，我觉得正方后续应该讲了啦，因为我自己。我觉得可能是我因为我沙拉瓦出生的原因还是什么，我对于所谓的华人权益这个东西，我提下去就很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对我来讲。而我觉得正方第二个点，它其实多少有贴近我的心，是讲如果我们把全部这个拨款放在宗教上，我们经济怎么办？我们谁来刺激经济？我们基础建设怎么办？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正方应该后续要讲多一点，可是我觉得很可惜没有讲到。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正方你们其实可以对反方有一些逼问，因为我觉得啦，除了绿潮当政，除了他们会把这个拨款给这个宗教上面，这点很可怕之外，我自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是，你们希望政府是由一群专业人士来治理，还是希望由一群这个宗教师来治理？ No offense， 我没有讲宗教师不好，他们在他们宗教领域当然是他们是他们的强项，可是 when it comes to 治国的时候，他们真的能够吗？你在那个现在那个国盟里面，你能够讲出几个很像比较有料的这个 YB？ 我给你几个啦，那个 YB 麻将 One Ahmad Faisal， 还有谁呢？我不知道了。跟巴拉巴大傻讲那个林冠 N 跟那个李冠又是色布布，你要这样的人去做，比如讲外交部长之类的，我不确定。至少啦，你对比之下，你在西蒙那边，你随便可以讲出一个 Rafizi 啊，你讲可以讲出一些，比如讲陆兆福啊、尼克敏等等，这样子对比之下，我觉得绿潮它。可怕的比起对我来讲啦，比起烧肉不能吃，更可怕的是你们这些议员上去之后，真的能够 perform 吗？还是你们就是只会用一些就是回到你们讲的宗教治国？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点，我这个想法其实是跟正方的第二个点贴合，只是我觉得后续没有应该拿来打，可是没有拿往下来打的部分啦。OK， 这是前面比较多心理 OS 的部分。那回过头来啦。我就直接进入我的点评。我是觉得其实双方在一开始都有保守的部分，我其实觉得反方是有成功论证讲说，这个辩题啦，又回到来，其实我觉得正方的那一条路就是绿潮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反方讲哎呀绿潮没有很可怕啦，现在更惨，这就是双方的那个出路。那反方讲的东西就是其实现在那个政府很可怕哦，很保守哦，你看这些地方有这个演唱会等等男女不能一起做哦，你看你们现在如果你投那个西蒙号码不是保守的话相反过来
啊，如果我们今天投那个八色话，我们有 dot 的 sen 啊，正方就讲我们有，反方就讲我们有 dot 的 sen 啊。反方想讲的东西就是啊，你投那个西蒙也是很可怕，倒不如投一个很像没有那么可怕的这个巴萨。反方想讲的这一个东西，那OK， 这个又想到我另外一个吐槽。正方问反方可以投谁的时候，我们不能投马华咩？我们你们忘记我们的魏家祥了吗？为什么不能投马华呢？或者投穆达？我还有民政党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的刘华才兄弟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只能投我们的安华呢？我想。很难回答，没投穆达是你们有讲啦，可是我感觉你们现在讲到好像没有底气这样子哦。那党这样多 ，OK， 这是那个题外话了。所以我觉得反方这边就是讲会很保守，然后正方的说法就是不会，那是缓兵之策啊，我们暂时保守罢了，要阻挡绿潮，以后不会的。可是这个东西哦，重点是他你讲他一定是短期的这个政策嘞，这个我觉得反方有质疑的第一层，第二。反方质疑的是你要用保守来对抗保守，这个东西真的是 work 吗？到最后你投这个西蒙下来，是不是只是投另外一个 bus 罢了？至少在这里我觉得反方是有给我这种感觉啦。反过来讲，我觉得反方这里有几个说法我可以接受，比如讲他们讲，如果你今天华人你只一直投这个西蒙的话，那 bus 他看到华人的票他一直争取不到，那他是不是只能继续剑走偏锋，一直走这个走这个保守主义保，走这个伊斯兰化？那到最后，其实对马来西亚整个政局来讲，其实是不是很健康的？相反来讲，你要给那个巴斯给他们看到，其实华人并非铁板一块，可以争取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会做更多的努力然后来拉拢华人呢？我觉得反方这里这个是有讲到，而我觉得正方其实是没有回应的。OK， 再加上有一些小小攻防啊，比如讲格兰丹那个德鲁兰多华人觉得很 OK 啊，然后正方讲，他们投票没有投票没有影响，可是投票有没有影响，不代表他们不 OK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反驳到啦，所以我自己的看法会是从保守方面，现在投西蒙的话也是一样保守，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现在如果是不要把这个绿潮当作首要考量的话，反而可以带过很多好处。比如讲，绿潮可能他们也会变得稍微开明一点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强，只是你们没有往下打。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反方对于这个贪污的这个东西，也就讲扎希啊、登过安南这些东西，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要往下继续打，因为正方其实是很难去回应的哦。那就问他啦，那个之前那个巴塞内阁哪一个是贪污的？马没有吗？是不是很难？这不也很难问的吗？这个，然后就那边纠缠一下子，所以我觉得是基于反方这里是有说服到我，再加上这个贪污这部分，我觉得反方是有收下，所以我目前会是在反方啦。OK， 不好意思讲比较久啊。好，可以。那想问一下陈杰学长，这里在双方攻防上面的处理的话，你有什么样一个看法呢？我觉得其他评判已经讲了，攻防方面，这场比赛是我。平了几场过后是相对精彩跟接近的，当然我对一些例子的运用那些我会觉得保守了一点，就是说就你一刀我就这样子还就这样子，就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是很好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预期期待那种辩论场上要的那种火花了，当然有些东西这边 OK， 我这边举一个小小例子。刚刚国兴问起我，就场上呢有一方说他没有贪污，然后另外一方就承认。其实这种说法其实很危险的哦。在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证明的情况下，你想当然认为 A 方是没有贪污，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哦。所以，但是既然另外一方也承认了，我就算了咯。但是有时候，所以我是说，例子的运用上，攻防是激烈，但是很多时候不够精彩，因为有些例子的运用真的是，如果我们了解政治化，在一些尝试方面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讲的咩？就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当然，我是觉得在场上这场比赛是很接近哦。当然，我这边再提一下，之前，我会被告诽谤吗？OK， 接下来的东西就是，我要再补充一下刚才国兴有提到的东西，就是反方是在谈到道德绑架的这个时候呢，才把它整个东西它的背后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立场的背后的那个精神才提出来哦。
哦，这太迟了，所以觉得所以在分数上可能正常会占优一两分，就是这样子哦。最后判决我真的还不知道，谢谢。好，那国兴学长呢？这里想问一下，对于你们双方的技巧上面的话，有什么可能可以更加进步的地方吗？我觉得其实双方今天在一些战场的攻防都做到非常的漂亮了，比如说正方，我觉得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是这个所谓的政治投机，所谓政治投机。可是要注意的是，这个政治投机啊，你在结辩的时候，我现在梳理回来，我觉得会有一点矛盾，因为我觉得 OK， 反方结辩，我觉得他梳理了反方的架构弄得很清楚，然后他讲了一块东西，就是大家会如果说你把它作为首要考量的话，大家会斗保守，因为不管西蒙做到多烂，你贪污也好，我就是投你，反正我就是不要马来人，我就是不要包头，我就是 racist 啊，我就是不理性，所以这时候西蒙也可以勇敢的去保守，那伊斯兰党绿潮也勇敢去保守，所以整体而言发展趋势是不好的。那我在正方的时候也听他的结辩，也讲，哎，如果按照反方的世界，其实他才是会倾向保守的。他是这样讲的，他讲的方法是，哎，其实啊，如果对方啊，你看啊，现在绿潮当政了啊，你都不去阻挡他，这样子的话就告诉了西蒙，其实你可以去走保守的。所以这时候其实才是斗保守。可是说跟你之前的这一个政治投机有这个行动党作为缓冲期，就有一点点的有逻辑上的矛盾在这边。你原本的讲法是，不管西蒙再保守，我有行动党做缓冲期，他演戏罢了的，短期罢了，他现在跟他fight一下，他始终底线还是凯宁的，你的底线是保守。可是你在结辩的时候又讲，哎，其实是会走向斗保守的，所以这就我会觉得逻辑上会有一点这个矛盾的地方在了。而我觉得整体，我觉得可能正方在某一个地方上还没有解决到，因为这辩题是在大选大概一年处了一点之后，然后可能安华会提早解散，不知道三年四年。所以如果今天的辩题要给所有华社一个警示，或者是给大家一个讲法的话，是否我要听从正方讲的，哎，阻挡绿潮是首要考量，这是我们接下来三年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西蒙做了什么事都应该去做的东西吗？还是像反方讲的，哎，我们就静观其变，未来三年还有变数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绿潮会不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或者是因为他本身的席位也是80多席，所以他始终要过半的话，可能他还是要结盟，要结盟就一定要度让。所以度让的过程，正方讲的所有的东西会不会真的变成现实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变数了啊。但是整体而言，我就觉得很接近，很接近。不好意思，我很喜欢打岔国兴啊，因为我们场上队伍有沙巴的队伍嘛，也有，所以其实他们没有运用到一些沙巴的例子，我就觉得就有点可惜了。沙巴东马的例子，在这个沙巴可能没有这么怕，没有得吃啊，不，因为我刚刚去过沙巴，所以沙巴而言，其实相对那边，当然伊斯兰执政的话，执政是整个马来西亚啦，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比如说我在华人的咖啡店可以看到马来人在做工，又或者是马来人还可以吃一些华人店里面的东西，但它是没有猪肉的，就似乎西马的种族关系，大家对其他种族的臆想是比较恐怖的，所以也比较害怕，也比较害怕啊。所以西马的历史可能，东马的历史可能相对是对反方更有利益的哦。好，那接下来想问的就是国宏学长对于今天双方两队这些辩手的赛场表现啊，有哪一位辩手是让你印象更为深刻的吗？可以，老实讲，这场我很纠结的要怎么去投最佳辩手。后来我是投了两位四辩，因为老实说，自由辩和之前的整个环节，我觉得四位选手的水平都相当接近。我觉得很难得的是，连一辩的那个技术都相当的好。所以到后来是因为我觉得两边的总结确实有把自己的世界观给梳理得足够清楚，所以我觉得在这么贴近的场景之下，我觉得两边的总结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尾，所以我是投了给两个总结的。当然我觉得虽然技术很好，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情况下是技术应用过度的，可以例如讲有一些环节是反方提贪污，正方讲贪污谈过了，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我就贪污有谈过吗？OK， 我觉得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可是我觉得在
这么枪林弹雨的情况之下，正方确实应用了这技术，闪掉了一个正方不大想打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正面回应的方式，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当然，我觉得那样的要求会是更高端的要求了。可是我觉得，以中学的技术而言，我觉得双方对于什么东西他们想打，什么东西不想打，我觉得这场我是看得蛮明白的啦。谁想回避什么，然后反正整个场次的流动是很快的，反正就是如果是有任何一边没有抓得足够紧的话，这你就飘过。当然还有一些环节，如果你们看回去，你们会发现有一些环节是很明显是你只想打你设计好的事情。我觉得这场在交锋的环节有一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然后可是好处是我觉得在你们成稿的环节很多东西的往下解释，我觉得是解释的足够好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能够在短交锋的环节也能够有更多机场，而不是完全只有些环节真的是比较明显完全跟着战略去走，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的没有那么的及时，然后也错失了很多很好的回应环节。所以如果是硬挑毛病的话是这个。可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八位辩手的基本功、口条，然后还有就是资料的准备上，我觉得都是做得蛮不错的。那这里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徐晨学长也对认同吗？就是看郭宏学长说的。我觉得 OK， 然后我就补充一点啦。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双方，我觉得双方要大概懂现在自己打到什么情况，就是哪些东西打到差不多，哪个东西是打不下去。比如讲，正方你真的要帮安华背书到讲他现在的保守真的只是暂时的没？你这个东西你可能出两次 OK， 可是我感觉正方的态度就死磕到底，我就是安华的死忠粉。啊，我无条件投他，全家投他啊！我觉得那个大家就真的是想清楚了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讲子啊，那个东西是一个事实。你如果你不能够这样死磕到底的话，那你要不要想其他办法闪掉，或者是你转移战场去打你的第二个战场？或许我觉得你比较期待去开展的嘞。同样的反方，我觉得你其实，在论证现在的这个政府有点保守这个东西也是 OK 的吗？那你既然知道自己打到哪里了，那往下去打自己的强点呐。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双方可能在场上的这个判断上面，我觉得就双方打不到差不多，要有人站起来，哎，这个东西可以收了，然后再打下一个战场啊。我觉得是我对双方的建议啦。好，那到最后的话，就是评审还有什么对于这整场比赛还有什么感想的吗？好，那到目前为止评审讨论环节应该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但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到目前为止各位评审是还没有投下任何的印象票的。那评审呢，待会会回到赛场才会投下神圣的一票哦。那我们也感谢各位的评审。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赛场。中学冠军联赛小组赛10的比赛现场，本届赛事采用一轮投票制定胜负，每位评审只有一张决选票，票高者为胜方。若出现2-2的比数，则为和局。有别于前几轮小组赛，
大会将保留本场比赛的决选票成绩，直到小组赛十二结束后统一公布。现在，大会有请评审们投下决选票，请在票卡上以打叉的方式投选正方或反方，并按照赛会人员的指示把票卡投入投票箱。感谢各位评审，接着大会将公布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为反方四辩陈千芳同学，恭喜。在宣布本场赛事结束前，我们将进入赠送纪念品仪式。首先，我们有请全辩中学冠军联赛筹委会主席李贤慧同学上台为我们赠送纪念品。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评审江国信学长上前领取纪念品。学长留步。接着，我们有请第二位评审邱国宏学长上前领取纪念品。接着，我们有请第三位评审陈成杰学长上前领取纪念品。接着，我们有请第四位评审蔡玉前学长上前领取纪念品。全辩中学冠军联赛筹委会主席李贤慧同学，请评审们和李同学留步，请双方辩手到台前合照。
赛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参与和出席。下一场赛事将会于下午3:00至下午5:00进行，辩题为言论自由应该或不应该包容政治不正确，正方队伍为柔佛新山宽柔中学，反方则为沙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欢迎各位到场观赛，谢谢。